可以出现在我们的身旁。我觉得昨天晚上主持人还在看这个刺客列传，没想到今天主演了这个我们那个新剧的介绍。来向我们各位朋友介绍一下自己好吗？我们掌声欢迎。Hello， 大家好，我是伟静。嗯，不要让主持人看到我的眼睛。Hello， 大家好，我是马正文 Evan。Hello， 大家好，我是伊恩。Hello， 大家好，我是黄田。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云峰。Hello， 大家好，我是朱姐。Hello， 大家好，我是佳姐。我。好的，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微博，再次把欢呼声和掌声送给他们，好吗？就那个男孩子。你们给他开吧。不知道。没用哎。那么今天呢，来到我们的现场不仅是和我们的现场朋友进行一些更重要的是见证我们不远鸟无湖一大运动店的菜叶的盛典。那么现在呢，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的李总来到我们的舞台上。好的，同时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不远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国清先生登台，掌声有请。好的，欢迎我们的丁总来，请到舞台上。好的，非常欢迎我们的丁总，感谢您。现在呢，就是见证历史的时刻了，让我们的两位领导和我们的型男一起开启今天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不远鸟无湖店的开业启动仪式。那么，在我们的舞台上呢，有一个我们的启动球，来，请大家来到我们的启动球旁边。请我们的领导以及型男们和现场的朋友共同助力启动，让我们一起跟随我们的大屏幕倒数计时：五、四、三、二、一。掌声送给他们。好的，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助力不凡不远鸟无湖首家运动外店的盛大开业，那么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不远鸟品牌将会给无湖带来更多的快乐运动风，给无湖的朋友带来更具专业的无运动装备。也感谢我们的两位领导来一起帮大家稍事休息，感谢我们的林总和李总，谢谢。好的，那么今天既然我们的阳光型男来到了我们的活动现场，怎么可以这么简单的放过他们，对不对？那么现在呢，我们要想来问一下啊，最近我们的就这几位，我们都在忙些什么呢？里面哪位？最近我们都在忙着刺客列传的宣传。刺客列传的宣传啊，是的。那么行程可以说也是安排的非常满，听说你们昨天才刚刚从上海结束是吗？对，没错，然后明天又要去、明天我们有那个 special 的专辑的宣传，后面还会有刺客列传的宣传。好的好的，不同的城市。那么想问一下，为什么今天会专门来到我们的贵人鸟呢，来去为我们的贵人鸟站台呢？因为这是一个新开幕的店嘛，我们想说我们一起来帮贵人鸟站台，然后顺便宣传我们的刺客列传。好的好的，听说我们的这个和我们的贵人鸟合作也已经很长时间了，不止一年的时间了是吧？那现在呢，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刺客列传啊，在网络的这个点击量已经破亿了。那么作为该剧的主演，那么你们可不可以介绍一下你们在刺客列传当中的各种角色呢？我是伟静，我饰演的是玉亲王这个角色。玉亲王，好的。我是马正欢，我演的是简兵王。那我是伊恩，我在里面饰演的是齐志凯。齐志凯啊。我是丰田，我戏里面的角色是齐坤。齐坤。好的。我是李云峰，我在戏里演的是柔情帝王小红包林光。好的。我是朱姐，我是泥石流国的殖民。我是阿杰，我是慕容离。好的，来问一下，听说我们的这个刺客列传是一部没有女主角的这样一部剧，那么你们在平时的拍摄当中啊，每天的朝夕相处当中，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花絮或者亮点可以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的呢？
来看有没有来，我们来吴静来说一下好不好？我们的主演里面也有很漂亮的一个，啊，也有很漂亮的，应该说是两位，对，所以在片场两位。在片场我们常常闹着他们玩嘛，还有那个佳杰常常在片场睡着，会在片场睡着是有多困，就是他的睡姿很惊艳大家，对，所以我们大家都常常拍他的睡姿的照片这样子。那有没有就是平时的，比如说我们大家有没有在一些拍戏当中出现过什么样的小小的花絮啊，包括像有没有说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情，除了我们的在拍戏当中，在剧集当中，对，我们在剧里面有要骑马嘛，那其实看起来画面上很 OK， 可是我们是那个过程很烦，有的时候马不听话，我可能在就是在骑着马然后讲文戏的时候，他突然然后他就自己跳走了是吗？对啊，或者就是他不听话，然后他就是硬不走，然后就是要在当时那块地拉一个屎然后才可以走，不然就是要等他。没想到马是这样一个随性的动物啊。好的，非常感谢你们的分享。那么我想说大家如果说自己就是让你们再选一次的话，你们会自己更倾向于在剧中的哪一个角色？我们好像昨天发现我们大部分的人都希望可以演齐志凯这个角色。为什么呢？因为他在戏里面，你自己说吧。因为帅是吗？可能这个角色在里面打戏比较多，然后大家觉得好像一出场就很就是很帅这样。可能我们的这个男生啊对我们的这个动作片都会比较感兴趣一点，对不对？那么最近我们刚刚也在现场欣赏到了你们的新专辑，那么可不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款新专辑刚刚发行的？这个新专辑是 Special 最新的第四张国语专辑，那里面有很多各种不同的曲风，那从明天开始后天开始我们会有明天开始我们从广州开始会有一连串的签唱会跟宣传，对，好的，那么行程真的是安排的非常满啊。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一轮的了解结束之后呢，我们要在现场抽取出我们这个微信的这一轮微信的中奖者，那么要麻烦一下伟静好不好，来去帮我们抽取一下。那么现在呢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来调整到我们的微信抽奖界面。同时呢再次提醒来现场朋友，如果说还没有扫描我们二维码的话，一定要赶紧扫描我们的二维码，同时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签到啊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哇，我们的新人到场之后，我们的参与人数骤增了。来伟静，来辛苦一下啊，一会儿呢你来倒数3、2、1，我们开始抽奖 好不好？好，来准备。我要数了吗？对对对。3、2、1，开始抽奖。我看一下哪位幸运啊能够获得由伟静亲手送上的我们的奖品。好，来伟静数3、2、1，请好不好？3、2、1，停。张婉，恭喜你！是哪位在我们的现场吗？张婉，哎，难道不在我们现场吗？就这样错失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吗？张婉，您在我们的现场吗？张婉好像不在，有一点可惜哦。张婉在，好像不在。来，再麻烦一下我就为我们重新抽取出一位啊。好，开始。好，开始。3、2、1，停。哎，这位在我们的现场吗？Krista，哎，今天是怎么了？是大家扫描完二维码就去吃好吃的了吗？都不在我们现场吗？或是之前来 Krista 就上来？有没有朋友在我们现场？有吗？啊，有的，是那位吗？哎，是不是有朋友被抽中了，有点害羞，不太好意思上来啊？有一位是吗？再去重新啊？好的，还是要麻烦一下伟庆，我们要再去重新抽取一次啊，最后一次了啊！3、2、1，停。玉儿，韩香。问号。哎，这么近距离的接触我们伟静的机会，大家扫描二维码就啊，有的，来，有请，好，
好的，恭喜恭喜，来，请到这边来，请到这边来，来来来，请到这边来，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好的，来，把奖品来送给你，非常感谢，谢谢，非常感谢，谢谢，谢谢你的参与，谢谢，来，请到台下。好的，谢谢，我们把掌声送给他好吗？那么接下来要麻烦我们台上这几位型男要和我们现场朋友来去进行一个互动。这个游戏非常好玩，叫做疯狂便利贴。那么怎么玩呢？会由我们的型男来去亲手为你们献上便利贴，那么会在一个规定的时间当中，我们来看一下谁抖动掉的身上的便利贴最多，好不好？我们刚好台上有七位，我们邀请七位上来好吗？来，七位朋友请到我台上来。好的，一位，两位，三位，四位。哇，你好，你好讨厌，就直接站在人家面前了。为什么有一个姑娘一脸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的样子上来了？好，刚好是不是每个都能配上一位？来，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把我们的这个游戏道具送上来。非常简单啊，我们的这个各位型男啊，我们会把我们的这个便利贴贴在我们的影迷的身上，然后呢，在规定的时间内，我们看一下谁抖动掉的最多，我们一会儿呢就会让他邀请他。哇，你们好坏，你们在讨论什么？好的。要整个贴完吗？对，整个贴完。哇、所以我们要给你们一点时间。好的，来，现在请我们的所有的歌迷向后转。好的，对，我们的伟星来去贴他们，对对对，贴他们。哎，你们还想要贴在伟星他们身上，你们好坏哦。来，给他们一点时间来去准备一下。看来我们的很有玩这个游戏的经验啊，都贴在了腿上，这样是不是比较好抖动一点，可以帮助自己的粉丝来去赢得这场比赛。还就是感觉还没有贴就已经掉完了。好，来帮你一下啊。贴头发上，刚刚台下有说要贴头发上，贴头发上，那一会儿甩起来那是怎样的一个景象，我的天哪，这没事，我们能贴多少贴多少啊。来帮你一下啊。你刚刚说你闺蜜超喜欢她是吗？那闺蜜今天啊没有来，特别遗憾。好，可以了吗？这个真的是一边贴一边掉，我们一会儿真的没有办法去评判了啊。好的，再给一点时间。对对对，因为可能今天我们芜湖的这个风比较大啊，前两天一直都是非常炎热的天气，刚好今天我们的活动呢举办的当天非常的艰难。这个都已经贴完了，这个都已经贴完了，对，你已经赢了，我告诉你，你已经进入到下一轮的活动当中了。好，是不是都已经贴满了？好，差不多了啊。你好坏，贴在人家美女的额头上。来，先别抖，先别抖，一会儿抖，抖完了，我跟你说，抖完了没得玩了。台上的每位小姑娘脸都是通红通红的。没事没事，我们开始游戏嘛，对不对？啊，是不是赢贴完了？啊，还从地上捡起来，又能掌上一身。来，都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好的。来，现在我们来请我们的老师给一点音乐，好不好？我们来计时一分钟的时间，三、二、一。恭喜！你真的赢了，真的。哎，你们小心一点，好不好？我们台都塌了，怎么办？主持人还在舞台上站着。好的，来，可以。
很难选出优胜者，因为全部都赢得完了。来，就一下我们俩，你赢了，真的，你从一开始就赢了。好的，来跟我已经搭档这位赢了。来，小来美女们，来我们转一下身好不好？向后转。这个姑娘穿的衣服有点不太适合今天的游戏。来，我们接下来一位优胜者来请我们的 Evan 来去帮我们看一下我们第二位优胜者是哪位？你刚观察到，是除了这个黑色衣服的小姑娘以外，谁走的都最快？好像其他每个人都。都还没有开始就掉完了是吗？对啊，来我们挑一位好不好？帮我们挑一位，对对对，帮我们挑一位，看你刚刚看到的最快的一位是哪位？除了他，最快的啊，除了他，对，还有一位。我刚只关心到我前面的。刚只关心到你前面的人，那好吧，那就你们俩赢了好不好？给你们一个这样一个优胜权，来问一下怎么称呼？维他，维他啊，好的，来，请上这边，向这边一步走。好的，来，我向这边一步走吧。好的，问一下你叫什么名字，怎么称呼？我姓胡。啊，姓胡。哎，我听你的口音，好像你不是芜湖人，对不对？是河北人。你刚特意从黄梅岛这边来。对对对。哦，非常感谢。那问一下，你是芜湖人吗？对。对，看出来，能看得出来你是芜湖人，因为你刚刚上台都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好的，来，你把掌声送给其他参与的朋友，好不好？谢谢你们的参与。来，这两位，您到我们的后面稍微休息一会儿，一会儿我们来参与到下一轮的活动当中，好不好？来，这两位小姑娘向后转。好的，穿过我们的这个。好的，谢谢，谢谢你们，谢谢。这个小姑娘好耿直，她说我今天握过你的手，我回去就不想洗手了。来，谢谢我们其他的参与者，谢谢你们。好的，非常感谢。谢谢谢谢，来，这两位优胜者来到后面，到这个后面，那个黑色裙子的小姑娘维他，来，请到后面稍微休息一会儿。好的，对，这边有一个大篷车没有展区，我们的 Evan 一脸，哎，后面居然还可以站着的这样的一个表情。来，我们有请下一轮好不好？来，我们第二轮，来，有请我们上来。对，来，请上来。我们这一次啊，我们减少一下我们这个贴地的贴的时间啊。来，我们还有，我们今天准备特别充分。来，请我们的歌。还是要贴吗？对，我们一共有两轮，好不好？两轮。好的，谢谢谢谢。来，也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对，我们今天准备的特别充分。一共是八位啊，哎，这一轮是八位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哦，刚好八位。哎，麻烦，好的，麻烦我们的身高最高的来去贴两位了，要麻烦一下他们。好的，来，这次现在我们减少一半的量，好不好？减少一半的量，这样避免我们在贴完的时候就已经掉完了。好的，来，我们来分一下，减少掉一半的量。好的，哇，我已经第一个完成了，可以了吗？就是减少掉一半的量，从中间比掉一半。啊，哦，对对对。我们只贴一半就可以了，好不好？好的，来，三二一，开始。贴一半的量，可能时间会在掉落的程度上会减少一些啊。虽然说咱们这个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小游戏，但是我们的几位大男孩都非常非常的认真，来给他们一点掌声和欢呼声好吗？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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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减少掉一半的量，我们的速度要快很多啊。这个姑娘，你真的是第一个敢在台上冲他们吼的人。好的，好，可以了吗？好的，好的，都贴完了，对不对？这边穿红色衣服的小姑娘叫郭郭是吗？那脸红到底是衣服硬的红，还是在她面前站着才红？好的，好的，好，这个都已经贴完了。来，请我们各位粉丝来站过来。好的啊，避免是等待时间啊，三二一，轻一点轻一点轻一点好不好？好，
好像都没有来，向后转。哎呀，这两位非常抱歉啊。好，是不是又是伟星的这位速度最快？没有，是 Evan 的这位速度最快。Evan 这位速度最快，来，小姑娘，来向后转，来向前一步走。好的，你是第一位优胜者啊，还有一位，还有刚刚我看的红色衣服的小姑娘，是不是速度也很快？她速度快吗？对啊，我是在喊你啊，果果，来。好的，还有一位啊，这一轮挑选出三位，看还有哪位速度比较快？那边两位。有没有看到谁比较快？啊，好，来，好，那就我身边这一位吧，因为主持人最能够看到他哦，他速度也是相当快。好的，这三位，来，非常感谢其他的这几位姑娘的参与，非常感谢你们，谢谢，辛苦了，谢谢。谢谢，这个姑娘是已经激动紧张到站不稳的地步了吗？没有，我们一会儿还有一轮决赛，好不好？好的，好的。那么，这三位，这两位，你们是在干嘛？你们在密谋些什么？你在密谋些什么？好，谢谢，辛苦了，谢谢。好的，谢谢。那么，来，请后面的两位优胜者来，请到我们的台前来。那么刚刚主持人也有说到啊，那么在我们的这一轮两轮比赛结束之后呢，还有一个粉丝福利环节。粉丝福利环节是什么呢？我们的粉丝福利环节呢，是在贵人鸟芜湖首家运动衣代店来去门店来去放送的啊。下面呢，我们的型男组合呢也将移步到我们的门店，同时呢也更希望我们的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的门店。那么我们的门店呢就在我们的右手边第一个路口左拐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贵人鸟的门店了，非常感谢大家。来，我们的几位五位啊，我们的这五位，那么一会儿您也来跟我们新来组合一起来移步到我们的门店来去参与到我们下一轮的活动当中，好不好？好的，来，请先到台下休息，一会儿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做过去，非常感谢，谢谢。谁的？来，这几位是留步，请留步，请留步。好的，那么在这里呢，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各位四个队中的主演来去为我们的歌手站台，同时呢，也谢谢大家来和我们现场朋友们打个招呼，好不好？我们一会儿呢要移步到我们的门店当中。这个要拿着。好，大家好，今天很开心来贵人鸟的活动啊，待会儿我们会在贵人鸟的店里面，对，你的门店啊，继续接下来的活动。是的，是的，希望大家可以移步到那边看一下。好的，非常感谢伟星，谢谢。那么现在呢，也请各位到台下稍微休息一会儿，谢谢，非常感谢，掌声和欢呼声欢迎他们，好吗？谢谢，辛苦了，谢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舞台，谢谢，谢谢，非常感谢，辛苦了，谢谢。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哇，台上真的有很多的便利贴啊！在这里呢，再次感谢大家对我们贵人鸟的大力支持。我们接下来的活动呢，将会在贵人鸟的门店当中继续进行。我们门店呢，正在门店左边第一个路口左拐。我好激动，我采访一下你啊！你啊，刚好不好玩？好玩，我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对啊，我也一样。好热，好热啊！热，那是因为能感受到我的内心。对的啊，干嘛？没有带包来，没有带。啊？让你带包来，采访我。我想采访一下你的鼻孔，今天开不开心？今天不开，开心。那鼻孔开心吗？鼻孔很开心，让你看，得到了宽慰。肥汁啊！朱姐，你今天穿什么颜色的那个内裤啊？内裤啊？看我用，直接你快看看吧。绿色，绿色啊！要穿绿色。可以啊，可以。你就这么贴着我脸这样子的？可以啊，可以啊。颜值高啊，对啊，颜值高。刚才那个做法吗？我也要采访一下你的鼻孔。跟谁来就跟谁走。鼻孔好玩吗？好啊。然后跟谁来，现在跟谁走？肥珍有充电宝吗？就是苏玲的那个头，苏玲。嘉靖，你这么自然。别让别人怎么想。哎呀，我坐着你的票，我跟你说，就这样。你有充电宝吗？有啊，
是哪个口子？我们苏宁这边的这边不是有精灵那个方向。我看到弹幕了，我将就。哦，对，帮我念弹幕。怎么弄？还有谁没上？教堂的前面，潇潇，就是一个东三街的路口了吗？啊，对，就在那里停。然后呢？哇，有人兰博基尼下车。对，他们会下车，要转场到我们店里面下一场。嗨，你不是说华裔吗？什么华裔？嗨，不用去华裔了，就在这。你先。玩过。看到了，看到什么？最近网络真的不好，没办法呀。是啊。好吧，不好，好吗？还不好。不是，你为什么拿给我了？你刚刚说卡。哎呦，小心！谢谢。哎，没有我，没有我的已经100块了。可以，我得赶紧搬。对，我播不了。来跟大家打个招呼。Hello Hello， 你今天来干嘛？什么？今天来干嘛？今天来买衣服。对啊，今天来带大家来逛街。卡吧，说。哎，店铺的伙伴，全部到门口去，谁在？哈哈哈哈哈哈！我们来逛街。我们来逛街。对啊，来这边摆造型。这来干嘛？这来摆造型。走吗？这已经第二次了，是吧？直播还在直播的，我要对直播讲，对对对，我要来得及吗？来得及，现在讲。
就对着他，然后他对着我讲啊，我有事情跟大家说。就是我跟子红还有子琪，因为这几天忙着宣传《刺客列传》啊，然后还有 Special 的专辑，所以我们这几天可能都不会到那个嗜血判官的直播间，所以这边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还是要关注嗜血判官哦。我讲完了，我要上工喽，拜托。你们不要站在这里，你们你站这里去，谢谢。尤其我们的吕黎小姐，大家注意一下我们的这个节目的现场，有这样一个黑色系统的印记，大家也就是黑色系统的印记，谢谢大家。稍等，请现场的朋友跟我们一起倒数，五、四、三、二、一。祝福我们的鬼鸟如影一代变得越来越好，鬼鸟树立不凡。来，请大家把我们的这个 logo 拿在手上啊，来，我们来和你们接下。好的，也非常感谢你们到而来的。完了。弄我呀！别到说话了啊！主演。好的，也许我们现场的粉丝助演选，非常感谢，谢谢。好的，非常感谢各位领导，谢谢我们的各位主演，来先请。好，来请各位来帮我们这个工作人员。谢谢谢谢。来，有请我们的安保人员，有请安保人员，还是我们的现场继续。好的，现在呢，我们要有请。刚刚我也获得了胜利的，我有这个，谁来是人选？你们老喜欢玩这个梗，这是谁？陈总。哎 ，Forever。哎，欢迎好。好的。我们想必也是从我们的这个幻想一直换到内想，从无限话筒换到有限话筒。好的，好，谢谢谢谢。那么我们干嘛？在播放哪儿？喂，好的。啊，谢谢拜拜。好的，来有请我们刚刚五位获在游戏当中获得胜利的五位朋友。来，哎，五位我们的小美女在哪里？好的，来，请到我们的这个台前来，到这边来，到这边来，谢谢谢谢。刚你就可以放到这边，好不好？放到这边，放到你的收银台。我刚才对面随手可见是我们《刺客列传》的海报啊。好的，现在呢，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要交给我们几位主演一个小小的任务啊。那么在我们的店内呢，有我们的服装。那么现在呢，我麻烦大家给这五位小美女做一个服装搭配，好不好？好，来，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好的，好的 ，OK。这边有五位，我们来分配一下啊。我们看一下啊，来，我现在自由选择一下。好的，好的，来，再从，不是，再从我们的这个店内挑选两位店员，挑选两位优秀员工来到我们的现场，来跟到游戏当中，好不好？好的，五位我们的员工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中。你们好坏啊，可能说你们这是什么天气？好的，七位了吗？是不是已经有七位了？好，哎，现在是几位？现在是几位？是两位。
是我们是不对。好的，来，我已经见到德明秀，来，这五位请到这边去，你们自由的挑选一下自己想要。好的，来，我们现在请我们的这个粉丝来去挑选，好不好？来去挑选，来，现在大家可以在店内去挑选了。先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局啊，各家符合什么样的颜色的衣服？羽绒服就算了，好不好？很好，为什么要这么选单？好的，我方便来看一下我们的更加适合怎样的服装搭配。哎，你真的好棒，真的拿羽绒服，刚以为你开玩笑。好的，给大家三分钟的时间，好不好？两分钟的时间吧，我们来缩短一下时间。现在是四，没有，我们刚好像我们的衣服还有我们的裤子或者我们的运动全都可以，还有我们的鞋子。好的，来看一下，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合格的男朋友，裤子也可以啦，现在你们自己来选择，好不好？也可以啦，你们配个蛋。好的，好的，我看一下，我给你划，来我们走。好，这边请，这边请。倒数计时三十秒钟的时间了，只有三十秒钟了。对，只有三十秒钟。啊，只要来，对，上衣就 OK 了，只要上衣就 OK。只要上衣就 OK， 垫在这里可以。你们的 idol 不挑选上衣就可以了，非常感谢，谢谢。对，想挑选，可以穿上就可以。也可以，等等。好的，倒数计时。穿衣，现在打开记录。谢谢了吗？好的好的，三十秒钟，对吧？一排，来，我们倒数计时，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好的，我们现在搭配的环节已经结束了。真拿羽绒服啊，真的就好听哦。经验挺是吧？真的有人说直男的一些眼光啊，真的是红色羽绒服配绿色的运动鞋，我不太懂这个潮流是哪里来的。好，是不是都已经换上了？是不是都已经换上了？好了，再见，再见，再见。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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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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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搭配好的粉丝站在这个 idol 身边，好不好？刚刚是哪位帮您搭配的，请站在他身边好吗？我们来准备合影了，好不好？ OK OK。 对，我们准备了一个特别可爱的一个相框，我跟你讲不用好了，要出来拿。
好的好的，现在是不是又已经准备好了？只要上衣就可以，只要上衣就可以。很好，只要上衣就可以。因为我觉得男人们还是不要在外面再加衣服了比较好。而且你想拿的那块是男士的裤子。好，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来。可以了，可以了。好了，我们来，我们自拍一会儿再来拍，好不好？来，先请先的。好的，来，我今天来，好不好？来，赶紧跟你搭配好的身位。来，在这边。杨杨进来呢？拍照的。来，这边请去。今天就是八位，很不方便。好的。对了对了，来。我把那个提出来呀。等一下，等一下。好的。要不来这边吧，不好意思，后面的，后面的，后面的，让一下，谢谢。来，后面的姑娘，来，好的。好，我们来留下这样一张非常珍贵的合影。然后换下一组。好的，来下一组。Evan 和你的。来，等一下。好，给这个贵人，真的很给他是吗？换一个，很多单就是了。好的，谢谢。我们开始，接下来。哎，你在这里帮别人吗？你要带个照片传给我。好的，来。请拿着我们的相机来，就可以。对对对对对，两人在框内啊。好的，谢谢。哇，真的是现场相机的声音是多辛苦的，我非常感谢大家。好的，谢谢。来，接下来是哪位？伊恩，来。因为你刚刚帮谁来去搭配的？刚刚帮谁来？刚刚是评审两位，我们工作人员加入到了我们的搭配当中，来，请。我觉得姑娘开心的时候有点找不到方向了，是吗？搭配好吗？我觉得我搭配的非常的好。好的，谢谢。然后接下来，谢谢谢谢。好的，接下来是哪位？我们、哎、真的好爱小厨了。对、啊。大风是吗？好的，来和谁？没有你的事情了，很讨厌。好的，来。OK。不用谢，谢谢。好的，接下来是谁？谁是不是已经拍过？嗯，好的。哎，你好，我想问一下，他脖子上那个是什么？是一条男士运动裤吗？哎，你真的好会玩啊，穿羽绒服，天哪！也不能没事，你们为我们带来的欢乐，谢谢。OK， 好的，好的，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各位粉丝，谢谢，谢谢你们，谢谢，谢谢。好的。我们到这儿就要谢谢辛苦了，谢谢，感谢你们。好了，现在呢，你们就是我们工作人员来为我们有请在咱们现场的就是啊。快把裙子也脱掉！我告诉你，我求求你！来，请我们工作人员把我们这个粉丝身上的这个衣服啊。来去收拾一下，谢谢谢谢，辛苦了，谢谢好的，谢谢，辛苦了。
等到买了。好的，好 ，OK，OK，、OK, OK, 好的，好的。来，大家现在。还好啊，我知道，一直播，这是一直播。那我回去可以看回放吗？有的是吗？叫叫什么？大家辛苦了，谢谢。搜他们的组合就能搜得到吗？啊，你回去下一个一直播，然后下个回放特别短。我估计就在里面呢，我们演多个角色。来，有请大家移步到我们的门店。拜拜。好的，请大家移步到我们的门店，和我们的嘉宾来去合影留念。来，请大家移步到门店，就是刚刚剪彩的地方。来，请大家移步到那里去。哎呦。